开始啦！你在做什么？在做面。做面。面包、蔬菜。蔬菜啊。OK。好，请问你卖什么？卖面包。我卖面包。面包跟你啊 ，Adrian 啊。卖面包，还有你跟 Adrian， 你要卖 Adrian 哦？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面包一个多少？十块。你，我过来帮你。什么？我过来，我拍你啊！哦，不用啦，等一下再你拍我啦。